政府对于从事传统及艺术类、音乐类所有的工作同仁，要表达诚挚的敬意跟感谢。同时，今后还会继续更努力的在保护智慧财产权，以及对我们所有传统艺术类的音乐最重要的两个市场，就是中国大陆的市场，还有外国的各种喜好，我们中华文化的市场和我们国内的市场，我们一定会努力来进行各项的这个保护智慧财产权跟交流传播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新闻局跟文化创意的主管机关文建会一定会以更多的经费、更多的努力来共同创造更好的发展的空间。祝颁奖典礼成功，各位从业同仁跟贵宾健康愉快，谢谢各位，谢谢。